无阮台南无台无市卡，开枪开到安尼变变叫。是啊，哦，是啊，那别人无。你走新闻走啊久啊？嘿。为开枪的为着啥物会开枪？利益。哦，啊无利头，你看你敢会开枪？无可能。无利头，你举枪出来要怎啊？对。哦，而且爱用个枪，表示讲免讲啊。无啥物好谈啊！一摆八十八千，你甲看这利益有偌大？足大诶！加加三千，开到三十千，就表示讲我准备要互你死。但是开到八十八千，意思就是讲，卖过来一摆。那如果咱阁讲袂通诶时阵，后手你就知。我们不要在网络上面危言耸听，但是他是非常的明确的警告，下一次。就是要付出人命的代价，就是因为光电利益太大。对，光电利益太大，官商勾结还吃不下来。没错，还要引进有人来雇场。对，那雇场就要带凶器。好，那只要有人想要，哎，您利益这么大，只有你们在官商勾结，那我也想分一杯羹啊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我不够分量就是了，是不是？哦哎、你把我一脚踢开啊！那这个时候有人出来雇场啊？对呀、啊哦，所以我凭什么你也被污？所以整个就开始化学变化。没错，过去淳朴的时候，台南怎么可能发生这个？对呀、啊，以前我们顶多是看看古迹，吃吃美食，来跟波兴台地上个香。对，哦台南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是啊，天上掉下一块大饼，利益这么大，好，一个月啊，以前一个月大概两个案、三个案核准通过，就是你有落实审查，对，有居住正义有维护，就是乡亲的居住正义哦，人家住两三百年了，会不会影响？你有思考，所以准的案件就比较慢，对，等到这个陈买洋娃娃这个局长。哦，他来了。这个我先插播一下，买洋娃娃的局长下集更精彩。干哥下礼拜来的时候会特别讲买洋娃娃的局长，这故事非常的好听啊、哦，一定不要错过啊、哦！阿公叫阿妈来听干哥，到时候龙杰先也会再来一次，国泰委员也会再来一次，那个郑玉伟也会来啊、哦，所以大家下礼拜一定还是要继续捧场啊！对不起，插话插太多啊。那今麦洋娃娃唔免阁讲啊，对。买洋娃娃你哪边讲嘛？谢晒啊！就他一个月哦。一个月给他准二十件，也有一个月三十件，在金发局长的手里面通过二十件，一个月，不可能二十件，你根本没有审查。所以你现在到七股北门一带啊，所有全部都是太阳能光电板，对，黑面皮路啊，对。从二十几年前我们国际开始共同保育以来，最早看到只有两百多只啊，没错。到今年啊，统计啊，今年四月份他们飞回大连的时候，统计已经超过6600只啊。停在台南的有4000只，可是现在黑面琵鹭因为这两年这样，他不习惯了，对。他慢慢往北去，到嘉义，光电板太多，南到茄萣、永安、是高雄，是，所以可能明年来，他们这次回到大连的故乡，会打造新装备，什么装备？太阳眼镜，黑面琵鹭如果不戴太阳镜，他找不到小鱼可以吃啊，被反射啊，对。對怎么冲落去？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生态保育啊，受到很大的冲击啊。没错。好，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海边，八门客家将军七国哦，在沿海这恁去看，你就知影讲，规片的迄个太阳联邦就对了。是。咱一块美丽山河，哦，咱的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。母亲是河，是已经去云顶到规片拢太阳联邦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是咱的土地去哦，超大鱼。即马沙巴鱼，你敢知影咧起价？对，我有听讲，但是我无了解实际上是安。啊，是安那？就讲，伊这个有饲料，就是你养鱼不能超过60%，做种太阳能了。
种太阳能，所以你还要能够养鱼，这个叫做鱼电共生。鱼电共生，对。那你要种太阳能，你就要把那个基桩打，一只一只的打。嗯。打完以后把它架起来，然后上面再做太阳能板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你这个下去养鱼的话，是。你做了60%的太阳能板，那剩下40%在养鱼，那鱼会不会跑到这60%里面的土地来？对啊，一定会嘛。是啊。那以前我们捞鱼的时候是，你在那一岸，我在这一岸，啊，这个网子一拉，一堆人就这样一直走走走，一次捞起来就上千斤嘛，一两千斤嘛。是。啊，现在鱼都跑到那个基桩的底里面下去，你去怎么捞？捞不到了。你捞鱼的成本哦。一条丝木鱼如果50块了，你光是捞鱼的成本就超过200块了。那我可不要捞了。那渔民就会弃养。对啊。好，所以养殖面积就会缩小。是。啊，缩小以后呢？嗯。这个鱼就会越来越贵。对。你得不秀个鱼人家，所以它的鱼电共生的是偏向哎，这叫做鱼死电生。鱼死电生。没错。所以现在主管机关。政府偷偷的改了一个法令，什么法令？就不必再40-60%了，不用再40%-60%了。哦，就是你不必养了，你可以100%牛都去种，不必养了。以前是你要继续养，继续耕种，他才准你种电，现在不必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把传统产业都给扔了吗？你不要了吗？这是国安问题啊，这是包括我们的粮食自主问题啊。是啊，啊，你什么叫做连什么40%-60%都不要，你就去种电，你专门去种电就好了。本来跟你讲40%-60%就在骗你啊。传统渔业不能废啊，这是人民的生活啊，难道那你要叫谁去？如果你养殖事业还把它废掉，那你知道现在海里面捕捞人面临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就比这更严重。比这更严重。你笨福岛三米一核能污染遐个废水拢甲倒落去太平洋啊！你唔知啊？哈，一个月开始就倒落安尼。是是，这点我来讲哈，我们会特别再找一个时间，特别来讲说日本那个福岛的废核燃料。我问你，啊，今麦阮也无当抓鱼的人吃，啊，去海里抓倒来，你敢要吃？我唔敢，我想办法。我愈来愈唔敢。我讲，我日本的朋友打电话，搁刁工打电话，搁写批来。龙盖兄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沙干呐吼，海里面的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哎，讲我们这里已经倒下去了哦，啊，你不要吃哦，哈哈，你敢干嘛呀？我最喜欢吃生鱼片，真的。我其实这一阵子以来，我就有一个开始在怕。今天听到龙盖生这样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太敢出了。可是我这样讲的话，可能生鱼片的那个店他都会抗议啊，说，差不多了哈，没在公安内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们也要去。回去询问一下，到底现在进口的生鱼片安不安全？这是对于国民健康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听龙介先继续讲。我两千我还搁讲，啊，我讲破2000，我就使免讲的换国泰兄起来当个破4000啦。安尼哦，好啦，无啦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太阳能啊，内底黑幕重重。嗯，啊，这个局长他是怎么搞的？去年6月啊，我在选市长。对。那我在市议会质询，我就放了一个录音带。嗯哼。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中西区一个市场的预算？嗯。苏贞昌是拿编了5000万要补助。对。要整建整个市场的整体改造。嗯哼。结果你想说要把它改成。10个市场，一个市场改成500万，嗯、然后问那个承办说：“啊，你这钱是要创啥、嗯？啊，你搞啊5000万落底下，你能拿几票？啊，嗯、啊，我如果分成10个案子，10个市场，一个市场500万，那你可以拿几票？嚯、哦！啊，这个已经被我们开会的人录到了，嗯，其实是他的助理录给我的，啊，他现在是。”到底不然他开会的，我怎么能录得到呢？啊，对啊，他内部在开会，我怎么能录到啊？对啊，他就搞你了，对吧？他的公务里面的有良心的公务人员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，所以看不下去了，他就把录音档给我，我一放以后他就昏了。他本来我用问的，他说没有，没，你完没。
我想说要十二点不好吧，紧吼，那一点半继续啦，我就第一个按铃啦，我讲来，叫到你讲无吧，我就要放我你听，我就放了伊就目屎啦，你讲吼，你脾气啊，了我讲安尼啦吼，下课啊，我就退席，是，你知道会议一结束，他马上打电话来，伊讲迄个嘉义湾，潘姐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录音是安尼，是我伫开会时阵，迄个冷笑话啦，迄不是？冷笑话，冷笑话，甲连安尼，你也差不多嘞。我讲无要紧，你继续做你连啦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根本就是逃，就是托词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到了总执行黄伟哲来了，我就跟他讲这个问题啊，其他的问题就是检察官起诉这些了。他在某年某月某日，在隔壁那一条民权路哈，民权路四段哪一家那个 Starbucks 的上面的酒吧跟谁见面啊？那我公安呢就已经很白了吧？是啊是啊。哦，你讲你公安诽谤，好，我那个录音带其实一放出来，在台北市哦，不到两个小时，大概局长就要下台了啦。一定。台南没有啦，我问黄市长，我讲市长啊，这安尼无？恁家足奇怪。我讲这安尼无问题。黄市长我讲，听起来确实无问题。那要不要停职接受调查？那应该的啊。没有啦，等到检察官起诉的时候，伊讲这是我们自己移送正风的，卖给他抓啊！哦，市长，我真的很想讲一句放屁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有要他移送。但是正风调查的报告来到议会说没有问题，啊？为什么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然后等到检察官起诉以后，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移送的，卖来接得。六月三号他就告我。起立质询的，我质询了。六月三号他告我。对，一个我公然侮辱、加重诽谤。好啊，我著黑姑白论的时候，我可会当红安呢？对啊，我以为我甲你问你个讲哪个？是啊，我就把前几案啊，这六案里面啊，我就开始整理，整理到四个案啊，他告我，我就跟律师讲，这两个案先不要了，哦，来不及了，伊搞我告我无甲告，我算闹亏，你知？是啊，你买个都倒去啊，你搞我告，我甲你质询，你搞我告，好啊，我懂啊。经过一礼拜哦，恁台南议会足奇怪的，我想看拢无啊！正常咨询袂使，要甲你讲，因为你官员足歹，成弟啊，造成囝不好，你听无？讲官员讲，伊都已经规个对上下交相贼啊！对哦，以外敢正敢强，佫唔听你骗笑啊！对哦，所以我来讲这来哦，四案先来。我四案整理好，我去地检署甲告，告了伊就定掉啊啦。定掉了到检察官，我甲你讲，六月告的啦，照你讲，迄十月以前拢起诉写好啊，拢查了啊。今仔啦，十一月二日以前，伊就甲办了。你看今仔台南市，你这张庙口开讲，就伫市政府开讲啊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无唔对。伊就无啊，甲你选了，他十二月他甲办啦。对，十二月去甲办敲着，我知影讲，生理人要拜托伊代志，爱先请伊去开迄落小姐啊，爱请伊性招待啦，爱性招待啊，伊个要伊讲要求的呢。对，我知啦。对，你爱请我。阿哥请伊食酒，阿哥提钱回去买洋娃娃，是安尼来的啦。是啦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
不少研究都指出，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